Avenged against，这里有个没错。against，OK，against，它跟它平常的用法有点不太一样啊。OK，所以平常我们学到的 advance，你们知道的 advance 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说一说 Advanced class，分 advance 班的时 class？OK，候有一个班叫做 Advanced class。所以进基础班、中级班可能有一个 advanced class。美国人不太喜欢说高级班，OK，最棒的班。程度最好的班，他们不习惯这样讲，所以他们讲 advanced class。advanced class 呢，通常是指就是说比较我们中文能够讲的就是进阶班，进阶班。OK，这个就是比较 humble 一点。OK，我们不想让学生彼此之间觉得有比较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这样讲。比如说，我们讲说哦，我是 basic class，right？我们随便讲啊。比如说是middle class，right？OK，mid class，我 OK，中间可能最后面又来一个 advanced class，进阶班，没有高级班哈，他们不说高级班或最好的班，或者是程度最佳的班，从来不说不这样说，从来不这样说，所以是 advanced 啊，所以 advanced 这个字在我们学的时候，这个现在这个字啊，我们这里只教进阶班的啊，基础的，你这个要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更进一步的学习或更什么样，不今天不在这里讨论，这个叫 advanced，OK，你可能需要 advanced study，你需要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做研究，这个今天谈的话题只能谈浅一点的话题。OK，所以 advanced 就有这个意思在 advance。好，这个一般来讲是 advanced 做形容词的时候用。好，形容词的用。如果我们现在讲的是 advanced 做动词的时候，它本身做动词。OK，你有没有学过一个用法说？还有做名词的用法，in advance。有没有学过 in advance？有没有知道这个什么意思？in advance 这个是名词，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是提前的意思吗？提前、事先，OK，我们先做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再做什么什么事情，OK，这个是 advance，in advance，OK。落了一个 V 吧，金老师，啊落了一个 V 吧。，advance，in advance，OK，我事先先把饭做好，然后我们就去看电影，回来我们就有得吃，OK。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是 1 hour in advance，事前的前一个小时，in advance 1 hour，所以可以讲前面多久，事前多久。advance，OK，所以这个字就有往前推的意思。那么，advance 做动词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想见，advance 如果做动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老师是不是前进的意思？就一前直往进，往前。前走，往前走，前进，OK，推进。哎，这个。有可以是具象的，可以是抽象的。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呢往前推进，部队往前走也可以叫 advance，因为部队的话是攻坚的时候一直一直往前打，朝敌人的方向一直一直打过去，这个就是 advance。OK，因为他朝敌人的方向一步一步的打过去，一步一步，最后就是把敌人消灭了嘛，所以 advance。OK，好，advance。推进，我们这个部队已经向上海的方向推进了，从北京打过来的，一路打，已经向上海方向推进了。这个叫我们中文叫推进，对吧？好像机器推进一样。你们看过人家打山洞吗？如果要凿穿一个山洞的话，它可能是从山的这一边跟山的那一边，同时用一个很大的钻探的一个机器，OK，从这边。
把穿朝山的方向打过去，那边从那边打过来，最后把这个山给凿穿了，我们就变成一个隧道了。我们要做隧道，打穿这个山洞，这个是推进，机器推进叫 advance。OK， 我们部队现在已经往这个东北，这个部队要调到东北去，从南方广州调到东北去，部队一路推进，往前走的意思叫 advanc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因为这俊，俊，我有个问题，我听了半天哈，那个地啊是吞了呀，还是不发音呢？我就没听出来那个音。有吞 ，advanced 的，有吞，就那 advanced 的，吞进去了哈，advanced 没办法念出来 ，advanced 不能这样念，你的 a 吞掉了，吞了呗，对，吞了，一跟 v 两个都是辅音。所以前面那个辅音吞了。He advanced against。我们今天学的都是军事术语啊。他怎么样？就向那个地方去推进。OK， He advanced against them。OK， 所以他就朝他们朝那个方向推进，朝那个方向对着敌人打过去。And form his battle lines opposite them。OK。对着他们，相对着他们 ，opposite 是相对的。你坐东边，我就坐西边，这个是 opposite。所以他对着他们就展开 form his battle line， 他就排开了他的阵仗，他的战线就拉开来了。OK， so advance against him 是指说他，我们这边翻译是怎么翻译的？他说。OK， 他只翻译成来到米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仗。OK，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很清楚的把这个 advance against them， 这个 advance 是他向前推进来攻打他们，所以部队朝着他们的方向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一直前进，然后就开始 form his battle line， 把他的战线整个拉开来，对着他们把战线拉开来了。就是摆出一个阵仗，打仗的阵势了。好，有没有问题？嗯，